我是为了你的梦想，可是你有听我的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好好照顾好你。想哭就哭出来。 他刚醒了，但又睡着了。要不你先回去休息，我来找我的。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之前怎么说的？你现在怎么做的？人好好的交给你，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？你们俩一起开公司有那么多事儿吗？他每次见到我都是同宇怎么了？同宇怎么了？他满脑子都是你呢。你脑子里只有你那点破事儿，你的工作，你的梦想，你创造，你的需求。他是你的女人啊，你有想过他需要什么吗？ 我错了，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次错误都有改正的机会的。但凡今天有一点问题，你后悔一辈子去吧。行了，你别在这儿跟赎罪似的。 你状态也这么不好，你再倒了，谁有功夫照顾你们两个病号啊？我也歇着吧，明天再来。我在这儿，你还不放心啊？走吧。是的，我似乎变了。最近的我只顾着向前冲，却没有看到他，我身边的他，那个总是问我吃没吃，却总顾不上吃一口饭的他。 那个总是怕我疲劳，却从不说自己痛苦的他，那个永远在我身后，为我遮风挡雨却永远安静无声的他，我却像个傻子，永远不知道回头看一看身边的他。 身边的他，身边的他，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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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谁呀、啊？这么晚了，谁呀、啊？你们俩，老大，我们俩挺久的了。你跟我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是你吧？说什么呢？什么是我？周三晚上只有你我许多，咱们三个人在公司加班。不是，这个，我那天我早就回去了呀，你是知道的呀。我有一个习惯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我的硬盘我不会借给任何人，因为我不相信别人，但是我相信你。我把硬盘借给你，你没有还给我，你为我报了。永安，这是我最后确定的思路方案，你仔细看一下。好，记得把 U 盘给我。好嘞，没问题。而你，是唯一一个有能力破解我办公室面部识别程序，破解我电脑密码，再用我的 U 盘盗走我未完成的 demo 的人，90%的相似度。看来你还是那个最聪明的人。所以你拿着我的硬盘，在我的电脑里边拷走了我所有的资料，让我无迹可寻，对吗？对啊。但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？我为了生活。为了生活？你不觉得你这么回答是在侮辱那些努力生活的人吗？侮辱？我觉得侮辱这个词儿不应该从你嘴里说出来吧？你觉得你侮辱我还不够吗？哦，对了，这是开玩笑，是提鞋，但是在我这儿每一句都是侮辱。老大，我没有你那么天才，我没有你那么有能力，我在你这儿，我只是你脚底下一个特别小的蚂蚁。你一直都是这么想我吗？但事情就是如此啊。童宇，在台前只有你，没有任何人。但我告诉你，我他妈的在学校也是第一名。我不想永远在你脚底下被你踩。徐总没进公司的时候，我跟王秘书，我们俩已经在一起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跟其他人讲吗？因为我们害怕，我们害怕一旦告诉其他人，我们饭碗就没了。我跟他也特别想像你和徐总那样，在公司不管怎么胡闹，哎，大家都微笑着去祝福你们。因为你们足够的强大，你们强大到做什么都是对的。那么我们也想强大，但我们没有天赋，我们只能靠老板。所以说你选择了江大凯。